兄弟们，我又来钓青鱼了。昨天晚上青鱼32连杆，跑了31条，然后呢钩子用的太小了。今天咱们用大钩子来进行做掉这里的青鱼哦。但是咱们田螺直接挂3颗，今天晚上哦，看我们能不能一杆中3条。兄弟们来了哦，马上开启直播，点进直播间，青鱼爆连来了，老弟。